起，我准备打开所有红包 money money 都存起来，到最后能买 Ferrari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嘟嘟夫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拍一个 vlog， 就是带我的侄女乐 BB 去买她的生日礼物。她已经靠北我很久了，她的生日一个月之前呢，她就已经暗示我 send 那些她喜欢的鞋的照片给我，跟我讲可以帮我出一点吗？算了，然后反正她平时也是不错乖。今天呢，就跟他约好一个时间，然后接待他去选他喜欢的鞋买给他。So， 现在就在他了。经过了7749个小时，我终于到这个小男家。刚才一路上真的太多车，是塞车，然后过后呢又有一点要下雨降，所以每一辆车呢都降很慢，所以我现在要叫那个手嗨处来。那他哥，你可以出来呀，快点快点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手嗨那个糖果。其实很多人讲我跟他长得很像，所以等一下你们看我们两个到底像不像，然后如果你们觉得像还是不像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会一个一个去回复。很慢哦，讲我慢，到了还不要快点出来。终于出来了，给你们看看他的手一样。哎，很多车嘞，又下雨又塞车。睡一次还要讲嗨，他就是传说中的乐 BB， 肚子饿吗？饿了，等到十点了。噔噔，一早八早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呢，已经过好了，今天已经10月12号了喂。九月帮我抽的时候，就有人跟我讲，哎呀，谁不完美，这些帮我出一点。那时候生日一个月还没有到啊，不要这样尿急哦。什么尿急？尿急，今天带你去买。尿急，这样今天不用买哦。不可以，这样就等下拍到我抽抽的样子。我现在有偶像包袱，我从一滴雨都没有哦，等到我已经下雨了。其实呢，这个手嗨币耶，他以前也是 YouTuber 来的，自己做一下放弃。我没有放弃，我的 YouTube channel 忘记密码了，我已经开过一个新的账号了。你们下面留言要不要看影片？我们现在要去吃火爆锅，肚子超饿。看这车，到底怎么啊？现在才3:18，跟我塞到这样子，有没有夸张一点啊？太多车了，经过了风暴雨。五道锅，我们终于来当火爆锅，带这个手牌来吃它的手牌啊，就是日餐。饱了，然后已经来到 Turbo Aeon， 带这个傻逼去买他的生日礼物啊！叮叮叮叮，现在我们已经到 Jedi 了 ，Jedi Sport，Let's go！ 看那个手牌在选鞋啊，怎样有你要买？够啦，搞帅啦，还是来走，一定会有这种特别丑的，你看。不要买哦，走哦，可以哦。这个也是美，可是它有黑色就完美。还是你要去看 Vans， 不讲你要看 Vans 呗。好啊。麻烦鬼生日哦。过很久了 ，OK。刚刚哎，我讲了很多话，可是我不懂有没有录到哎。从决定没有开药，然后现在我们来到 Vans 买，所以他现在在选，已经在试穿他的鞋哦。这个小朋友嘞喜欢 Vans 骨头，让我来看一看。来 ，Vans 骨头，这个是还讲很美。没有，这个我讲如果是黑青色就很 chill。你们下面评论这双美还是这双美？当然是我的美啦，我的这双最美，我的骨头不美啊。这个黑，这个也不美，如果是黑青色就美。快点，快点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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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 size 可以吗？都还没有试好好就想 OK OK 这小朋友，所以我现在把它试一下，这样 test 下 test 到已经走了差不多20圈还 test 不出，哎，你要 test 到明天去呢。UK 五，一个是 UK 5.5，他不懂要 test 到几时这个了，有这样难咩？因为好像都差不多一样。给钱哦，叫你买一些选好好啊，还没有试好好就这个。基本上拿 Nike Air Force 那个455块耶，现在这个279块，还闲呢、啊。我有闲咩？我都没有闲。耶，终于选好他的礼物了，爽吗？嗯，
最后原本是想要买 Nike Air Force 黑白色的 Nike 那双真的是比较美啊，可是没有货就魔幻。没有，我的 size 一开始是要买那个 Cold Case 的，可是那个最小的 UK 七吧，就换那个黑白色，然后没有货就算了哎。所以他就选了这个韩克风 Vans 咕噜头，觉得他刚才穿上去啊，我觉得也是蛮漂亮，容易配搭啦。黑白色永远就是王道。现在到我 shopping time 了耶。陪安迪逛街很闲哦，一直在同一个地方，不懂到底在看什么东西。买日常用品，懂吗？不要买了礼物就给我坏脸坏样的。这种时候喂，我只可以摆就是这个脸。就进来另外一间店看，还好了吗？都逃离去 KL 啊，不然哦，现在就要跟个安迪逛这些。还没有买礼物就美女啊，没有礼物安迪啊。终于给钱了，看他买了什么东西。这两只东西就花了100多块啊，现在又要花钱买不懂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总共花了200多块到300块之间。他觉得那种脸敏感的人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他之前也是脸敏感，真的很可怜，真的很惨，那种无助的感觉。你又不敢去看，人家派医生给你吃那种药啊，还是涂什么，变成依赖。你看，你看，又在看那个人了。我们在看，他想要帮助他。我还觉得这个人这么僵蛮呢。而且我发现到那个需要他，他很想帮。他很想帮助那个人，很像我，很像。买完他的礼，再买完我的日常用品了过后，我们就来 ice yo 吃冰。吃完冰了过后呢，就在这个傻瓜回家了。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如果喜欢这个傻瓜的话，订阅他的频道。拜拜。Everybody feeling tipsy, tipsy. 我喝的烂醉，对你说声恭喜，恭喜。我准备打开所有红包 money, money 都存起来，到最后能买 Ferrari。